王们来来去去，但留下的是金币。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，财富也是一种。都可以明目标价。加不够啊，800+800+900倒够，800就是这样出，那就这样出吧。不是得来的，而是买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还是那样的。这个是能加，哎哎哎，不是哥们，这能加一速的呀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买错，我又买错了吗？这回都买错了。打抱不平可是会挨饿的。你让我的时间变得多起来了。不蹲嘛，你要这样子玩游戏吗？这也太爆了吧，这样子玩。那兰博也能来，兰博能来那就死。兰博来了是真的死了，闪现交过了。还不回啊？没闪的，能操作。
沙漠驯服。我会为了理想而战，但不会因此丢掉信仰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自己没闪现，闪现跟打野的同步，我就闪。国王们来来去去，他在刷，他要打小龙啊。完，把他到了。哎，这是不该去。给他得了，确实是有点不该去。主要是那个 Q 没一涨掉，涨慢了一点。打掉的话，好。然后自己思想出问题了呀，思想。是中路选的，我是财运火凤，主要感觉真出硕刃真很瓜啊。对啊，感觉出了硕刃就先出硕刃包瓜。十二秒 ，W 能持续四秒钟。如果我挂四三刀呢？挂四三刀，25技能极速，差不多20极速吧，20 CD 吧。十二秒，乘80%，就9.6。感觉好像还可以。
反转前进。大招怎么直接对标的？你无法使沙漠驯服。我的命很值钱，并且大马还在不断向上加呢。容易是盾剑上的血迹。感谢孔明送的人气票，谢谢谢孔明送的人气票跟粉丝团灯牌。每个人都可以明码标价。打一打也守不了啊，主要我下路不太好一个人走过去啊，那他们不搞他的话我就不用去下路。打抱不平可是会我又死了吧，但是那天又出事了。
忘了。就是有啥买卖就接啥买卖。你有麻烦，我有钱赚。我会为了理想而战，但我不会因此丢掉信仰。还有闪的，还有闪我稳住的，我没闪现的呀，大波闪现用掉的会有点小压力吧。还有大招狩猎加速冲，来把我踢回来，但是不太现实啊，那真要那个位置就算把我